怎样？安诺了？你为什么要扒我？我扒你对啊！你为什么要扒我？我骑在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扒我？你骑外道吗？我为什么要骑外道？没有进行机车，为什么要骑外道？叫警察来，靠路边，靠路边啊！来啊，开路边啊！我们叫警察嘛。我们叫机车好不好？我们叫警察。我讲有没有错？说什么？你为什么骑里面？里面没有进行机车，我为什么不能骑？里面是快车道，没有进行机车，我为什么不能骑？我讲你是把布嘞。什么把布？叫警察来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叫警察。叫你来碰我干什么？你碰我干什么？怎么样？碰我干什么？少一个废话。我叫警察来啊。叫啊！来，我叫警察，你不要走。好，我在等你。来，你叫。没关系，我都录到了。你录到，你叫警察来。好，我叫警察来，你不要动。我等，我在等。来啊！跑去都警察叫了，变的。来啊！来，直接来讲。来，直接叫过来啊！直接在那边讲啊。在哪边？前面就有警察局啊。中走了是不是？对。好，来啊！有病！没有进行机车。你旁边不能骑吗？为什么？啊，你旁边不能开吗？旁边不能开？我不能开吗？哦，为什么我一定要走这边？你不要动我哦。我们走过去，我们走过去。你刚抓我都录到了哈。抓你什么？你刚抓我的手啊？我哪有抓你的手？没关系，我们大家看影片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不用讲，来，走走走。中间没有进行机车，我为什么不能走？讲话。走啊！什么不能走？我什么不能走？我这本来就快车道，我啊没有进行机车，我本来就可以走啊！你走怎么？你走什么走？我不能走，没有进行机车就可以走，走没关系，我们问警察好不好？他刚刚逼我车，我不是逼你车，我有影片，我们进来看好不好？我们直接看影片，我们看影片好不好？我骑在里面，他逼我，两个车道对不对？啊，我塞车，我行来对啊，来对，我进行机车，我也没塞骑啊。姐，够，因为你要够。好，没有，我们看影片嘛。